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美商杰斯 Jeunesse。那美商杰斯呢，它原本是一个法文名字，本意思就是永葆年轻啊。那美商杰斯是一个启动生物科技新时代的一个开始。那 Jeunesse 呢，它是在全世界呢正式引爆于2009年的9月9号。那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呢，我们的市场已经做到全世界七八十个国家啊。那我们在全世界电子商务呢，也是现在最红火的一家高生物科技的一个抗衰老公司。那现在大家在荧幕上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创办人叫做 Wendy Lewis 和 Randy Ray。那他们这对夫妇呢，有个非常显赫的一个背景啊。他们在这个网络行销呢，在过去18年左右，有一个非常非常显赫的一个经验。首先呢，他们在过去呢，一直帮一些世界有名的一些网络行销公司做整个一个规划，还有这个网络后台呢的一个设计。那他们在6年前左右也自己创立了一家自己的一个网络行销公司，它是属于比较环保产业的。那他们这家公司呢，在短短2年的时间，他们的市场已经扩展到全世界超过200多个国家，创下了业界史无前例的一个记录啊。那哪些记录呢？第一个就是他们是第一家的网络行销公司，在短短前面17个月呢，就创造了美金1亿的营业额，那也在3年半的时间，当发出去的奖金的部分呢，也超过了美金7700万啊。那可能你第一个直觉跟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是一样的，很可惜啊，真可惜，当初呢5、6年前没有机会呢，跟这对成功者一起合作。但是现在因为美商杰斯的成立，你跟我能够再一次的有一个优先参与的一个绝佳机会，就是跟美商杰斯做一个合伙的一个合伙人。那美商杰斯之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呢，可以在全世界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回应呢，最主要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那我叫它是5+1网络黄金组合。这个组合呢，是目前全世界呢最红火的一个商机，是无懈可击。为什么无懈可击呢？因为它运用了全世界互联网的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一个互动。那因为美商杰斯独特的平台呢，我们美商杰斯的商机是一个没有地理位置还有国界的一个限制，因此我们每一个经销商从生意的角度，我们是会跟着互联网去无限扩大。那接下来呢，我会一一的跟大家解说到底这5+1的网络黄金组合指的是哪几个特色。那第一网呢，我们叫它是特等网哦，所指的呢就是我们美商杰斯最高生物化科技的一个产品。那目前呢，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行销公司呢，专注于抗衰老的一个概念啊。那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医疗跟科学的一个权威。那我们的高生物科技呢，现在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抗衰老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指由内到外整体的细胞修复以及再生哦，不是只注于表面，而是由内到外，由外到内，完全的一个整体修复。那我们采用最高的一个生物科技，所有产品也是在美国原装制造。那我们也讲求现在全球响应天然哦，我们的产品是天然成分，没有化学添加物，所以我们的产品呢，基本上是走在领先市场绝对超过5年以上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的产品呢，是一般在即使高档的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养生店都没有办法去复制的，因为背后有非常高生物科技的一个研发技术哦。那我们所指的这些研发技术是指3大类，第一类就是成人干细胞啊，那第二类就是白藜芦醇。那也许你对白藜芦醇有点陌生啊，但是大家应该有听过喝红酒呢对身体非常好，那最主要就是红葡萄皮跟籽的一个高抗氧化的成分，它就指的是白藜芦醇。那第三个技术呢，是指我们的 DNA， 我们的基因修复。是的，现在我们的科技呢，已经进步到能够到我们的细胞的真正的一个底层，我们的基因呢，来做一个修复的一个动作，让我们完成全身最健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
好，那我简单的跟大家解说一下我们的产品。那我们的产品呢非常简单，就有两个大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外用，一个就是内服啊。那在外用的部分呢，目前我们的产品呢是一个 Luminous 的一个系列。那我们的产品目前呢有三样产品，一个就是精华露，一个是三合一的保湿霜，那另外也刚出来一个就是基因修复的一个晚霜啊。那我们的产品跟市面上的保养品大大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保养品本身就是一个填充式啊的一个作用，本身呢，我们人老化就是因为我们的胶原蛋白跟这个弹性蛋白纤维的制造已经缓慢下来了。那外面所有填充式的产品呢，基本上有时候会有化学的添加物，那有时候呢没有办法进入你皮肤底层啊。那我们是做一个非常高科生物科技的技术，就是成人干细胞技术的一个原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举例来讲，我们的精华露呢，里面呢能有包含超过248种的天然的生长因子，我们有这个技术能够去复制我们干细胞里面的功能啊，就是指生长因子。那成长因子呢，就是皮肤细胞跟细胞需要沟通的一个语言啊，一个机制。那基本上呢，当你抹我们的精华露的时候呢，它是会伸到你皮肤底层。那这个成长因子呢，有这个功能，能够叫醒你的细胞，启动你细胞的一个再生机制。所以呢，我们的产品为什么有效？因为不是外来的添加，而是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真正的让你细胞能够重新的一个再生哦。所以目前我们的产品呢是市面上呢唯一不需要透过雷射采光这些破坏性的治疗，就能够让大家轻松的恢复年轻啊。产品在精华露的部分呢也是100%天然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啊。那在荧幕上呢，看到这位女士呢，就是在使用我们的精华露，短短19天就看到的一些效果。那大家都知道，人年纪增长，其实在眼睛的下面啊，就能够最明显的看到。那在使用我们19天的这个精华露呢，你可以看到不仅它皮肤眼睛下面皮肤的细纹明显的减少，而且呢色泽也很饱满，其实就很像看了怎么样刚动过破坏性手术，但是这完全没有任何外在手术，完全的功用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精华露。那我们的产品啊，一般来讲我会建议大家使用一个疗程呢是3到4个月，因为这是差不多细胞淘汰老化的一个周期哦。但是一般人呢在使用几周以后呢就可以看到效果，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好产品不怕你试哦。那在使用我们的产品之前呢，你可以非常有信心的照一张相片，你自己来做比较哦，让你自己感受产品的一个效果。那另外一张照片呢是我们一个香港的一个经销商哦。那这位男士他非常有勇气，怎么说呢？他把这个产品使用在他半边脸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你荧幕上的右半边呢，在使用我们的青春精华露的6周的时间呢，它的细纹明显减少，而且它的色泽也非常非常的均匀啊，所以这就是在照片上呢，可以让大家明显看到我们的产品的。那再来呢，另外一个方向的产品呢就是内服的产品啊。那内服的产品呢我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配全精华。那我们的产品啊，它的主方最主要就是白藜芦醇，那另外呢我们添加了6-7种高抗氧化的天然的一些成分。那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呢，它不是乱配搭的啊，它是有一个经由非常高科技还有精密的一个配方呢，我们叫它是黄金组合、钻石配方，让这个高抗氧化的这些圣品哦，在我们身上达到最大的一个功效。那其实白藜芦醇呢，现在市面上也有贩卖白藜芦醇，但是呢，目前呢，外面的白藜芦醇它可能是以胶囊哦，就是添加凝固剂的方式存在，非常难让身体来吸收，或者是呢，它是添加水分变成一大瓶的果汁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白藜芦醇其实它一接触空气以后呢，它非常快去氧化，所以呢，因为我们看到市面上产品的目前的一些缺陷哦，我们目前的产品呢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除了像刚才我提到了，除了白藜醇是
白藜芦醇是主方，我们另外添加这个黄金配方的一些高抗氧化的圣品哦，让它达到最大的一个功能。那另外呢，我们的白藜芦醇呢是采用悬浮技术哦，它是一个凝露方式的呈现，所以呢，学过营养学的朋友知道，这个凝露是最容易让身体来吸收，所以在使用我们的产品哦。非常简单当你打开这每一个小包哦，你放在嘴里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在喝红酒，为什么呢？它直接呢就能够因为悬浮的技术，让你的唾液哦就直接吸收了哦。所以呢，白藜芦醇已经经由哈佛大学跟一些国家级的老化研究所证实呢，是本世纪以来哦最具有抗老化跟抗氧化功效的成分，也就是自抗生素以来呢最大的一个医疗突破。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对于身体需要改善的朋友或者健康的朋友，绝对有强烈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来抵抗我们的自由基。那这就是长寿健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秘诀。好，那我们有那么棒的产品呢，我们自然而然呢，很能够跟周遭的朋友去分享。那美商杰斯的第二网指的就是推广网哦，一旦你成为美商杰斯的经销商呢，公司会立刻帮你制作个人的网站，当然也包括中文的。那这个人网站呢，你可以随意呢来电邮给全世界你的朋友。那如果他们看的产品这个网页上的解说哦，不管是喜欢产品或者是被这个商机所吸引到呢，它自动就可以开始做生意哦。那这个个人网页也包括了经销商的办公室24小时哦，那还有这个商家账户跟网络购物车。所以这个推广网呢，你有那么棒那么好的产品呢，你还自然而然就可以把你这个经验呢跟你周遭朋友还有全世界的朋友来做推广。好，那在推广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奖金类别哦。那美商杰斯最吸引我的一个其中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奖金制度非常简单，而且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哦，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背景来赚取自己想要赚取的一个奖金的一个类别。那在推广网的部分呢，你可以赚取两样的收入。那第一样收入就是消费奖金，怎么说呢？因为在网站所列的是零售价，那我们是以会员价来购买，所以当你的朋友在网上直接下单的时候呢，你就会赚取一个单位的消费奖金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简单，就是买低卖高的一个概念。那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说明哦，美商杰斯之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可以吸引那么多做生意的朋友哦，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市场的定位呢，不需要我们的经销商去挨家挨户去推销产品。其实消费奖金是在所有收入里面呢，占有其中最小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哦，产品自己本身呢，就会帮你开展商机哦。那真正呢，我要邀请大家愿意做长久生意的朋友，是把奖金放在永久持续收入的部分哦。所以销售奖金呢，这个消费奖金是占的越少，其实是越好哦。好，那在另外呢，在这个推广网你还可以赚取另外一个奖金，就是推广奖金。就像是我们公司是以电子商务哦，是一个交互式的一个网络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把这些请大明星啊做广告的费用省起来呢，我们专门给这些用好的产品跟大家推广这个经验的一个经销商呢，让你们来赚取，自己来赚取这个推广奖金。那每一个国家哦，大家要记得，因为美商杰斯是做全球的生意，所以呢，我们每个国家都有依照当地哦的一个受欢迎的程度呢，来搭配不同的套装。那这里呢，我就以这个中国大陆地区哦的套装来做一个解释。那当你的朋友因为你的推荐加入了会员，以及选择其中一样套装的时候呢，公司就会给你一次性的推荐奖金哈，从美金$25到$300都有。那至于你可以赚多少推荐奖金呢，是没有限制的。你推荐越多的朋友，越多经销商，当然你赚取就是越多的推荐奖金。那除了这一次性的奖金呢，每一个套装每一个产品另外也有点数。这个点数呢，就是我们跟公司合伙做生意最好的一个机制，这一个象征。因为这个点数呢，是以后让你转换成长久收入的一个机制啊。那待会我会再
跟大家解释一下点数。那在推广奖金的部分呢，很多朋友都说，诶，到底怎么样一个套装是最好的套装哦？那我都会反问这位朋友，你是把自己定位在消费者还是经营者的一个角度？那如果是消费者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只要你订高级套装以上呢，够用这个三四个月疗程的一个产品呢，那就可以了哦。但是对于想要做生意的朋友，我绝对会推荐这个特级顶级这个 Ambassador 这个套装。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哦，因为特级套装呢，一下子来的产品会比较多，当你跟朋友能够正确的告诉他们我们的高生物产品有别于市面上的产品呢，他们都很兴奋，想要马上拿一套回家去试。所以当你手上有货的时候呢，当然你生意的运作是更快了。那第二个原因啊，那做生意，我们这个生意绝对是一个复制的一个生意啊。那怎么意思呢？如果你自己定位成生意经营者的话，你绝对会吸引做生意的朋友，这样你的生意会拓展的越快。也就是说，你自己选择这个特级套装哦，当你的朋友为你自己推荐哪一类的套装的话呢，他们就是会因为信任你，绝对是一样的去复制下去哦。那这个是在推广奖金的部分。好，那第三网呢，指的就是物流网啊。那美商杰斯呢，我常常讲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啊，跟我们传统做生意自己要单打独斗完全不一样。因为呢，我们公司所有的硬体软体的系统呢，都帮经销商准备好了。那在物流网的部分呢，一旦你的朋友在网上自动下单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不需要买货堆货，因为呢，公司就是我们的库存，子公司呢一接到订单，它就会有一个一条龙的一个自动系统，在全世界十几个物流中心呢自己帮你做这个配送的一个服务。那我们是采用门对门的一个配送，所以我们的物流网呢，让我们每一个经销商哦做生意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好，那第四网呢，所指的就是金流网哦。做生意一定要讲到钱。那金流网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跟客人来收款，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跟公司来领取我们经销商该得到的奖金哦。那在收款的部分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网站呢，能够接收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以上的一个信用卡哦。所以当你收款收得快呢，当然你生意通路就打得快。那在奖金领取的部分哦，那如果你今天是美国或加拿大的经销商呢，公司每个礼拜都会寄支票给你哦。那如果你是海外经销商呢，公司也会帮你设计一个完美的电子钱包，让你能够弹性的来领取你的奖金哦。那每个礼拜呢，公司会把你的奖金哦，放到你的电子钱包里面。那你有几个方式可以把它拿出来？那第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做银行转账的一个动作，而且你银行转账是可以转账到全世界只要连锁的银行都可以哦。那另外呢，公司在一般国家呢都会发放一个金融卡。那有这个金融卡呢，我们是美国公司，所有奖金是以美金计算，但是因为这个金融卡呢，你可以呢很方便的在当地的提款机领取当地的货币哦。假如说你这张卡在国内，你就可以领取人民币，那带这张卡到欧洲领的是欧元，那再带到美国领的是美金，所以它金流的部分非常非常的畅通。好，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代币运用有些人哈，或有些地区他不习惯用信用卡，所以他常常希望给你现金，那由你来帮他购物。那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我们电子钱包呢也可以做一个代币的一个动作，能够帮我们的经销商来做付款啊。所以我们有非常完美的一个金流网。好，那第五网呢，指的就是互联网。那美商杰斯有一个全球一个独家一个销售平台哈，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只要你加入美商杰斯呢，你就自动跟美商杰斯全世界80几个以上国家的国家来连结，所以你的群众呢是不分国家，而且呢你做生意啊，不需要跟认识的人而已来做，你可以把生意无限扩大到这80几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特别的解说我们的第六网。那我们的第六网呢，我叫它是红利加码人际网。那这个网呢，专门是对于想要做
长久生意哈，把这个当做生意来经营的一些朋友啊。那每在人际网的部分哈，这个其实他的想法非常简单，他的设计也非常非常的聪明啊。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加盟商，每一个人啊都可以把他的人脉带到这个人际网里面，因为我们自己会跟周遭的朋友推广在美商结识的一个经验啊。那一旦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有机会呢能够享有全球的消费分红，不是当地的国家，是全球。而且呢，你推荐越多加盟商，当然你有机会呢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利润。那优先加盟商绝对有它市场的一个优势啊。那在人际网能够赚到什么样子的收入呢？我接下来跟大家一一的来解说。那第一个收入啊，就是指的累积消费积分奖哈，就像你在百货公司或者信用卡，常常呢，因为我们成为他的一个loyal 的 royal， 就是一个很忠诚的一个客人呢，公司会给我们一些回馈啊。那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相近的。那每一个在美商结识的朋友呢，都会有两个双营运区哦，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一旦呢，一边区域的人士呢，只要在你以后加入这个人际网的朋友，不管你认不认识，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当一边累积300分，一边累积600分啊，就是900分一个消费单位的时候呢，公司就会给你一个回馈，一个返利。那一个返利是美金35块钱啊。那这个美金35块钱不要小看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35块钱呢，有它观念性的一个大革命啊！因为我们今天赚取这35块钱，不是因为我们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上班，我们今天赚取这35块钱的返利，是因为也许或者是大部分啊，我们的积分来自于不同国家或者是很多不认识的朋友。因为呢，我们比较早加入这个双营运区，所以呢，我们接收这个分数来借别人的力，赚取这个返利奖金啊。那一次一个返利是35块钱，如果你一天返利10次20次，那就是美金350块或者是700块啊，这不是个小数字。那因为呢，我们奖金特色哦，就是我们是无限延伸，也就是说大家今天很幸运在美商结识成立那么早的2年多的时间就加入，知道这个商机哦，所以呢在六个月后、两年、六年以后呢，我们的线是无限延伸，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爆发力的哦。那因为这个奖金制度是这个分数是无限延伸，所以最多呢每个礼拜公司会让你领取750次的返利。那750次乘以美金35块钱呢，你一个礼拜最多在奖金消费积分部分呢，就可以领取美金26250块钱啊，非常棒的一个收入。所以呢，因为我们是电子商务啊，我们24小时不打烊，也就是说呢，你24小时都可以累积来自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个消费积分。我想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开始啊。我们传统呢做生意的朋友或者上班的朋友呢，一天顶多工作8个小时、10个小时，可是今天我们是运用了全球电子商务以及美商结识独有的全球平台，所以让我们的生意啊是24小时不打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商机啊。好，那另外一个持续性收入在人际网里面呢，我叫它是网店管理奖金啊。之前我有提过，当你推荐更多朋友加入你的人际网呢，当然你就有机会领取更多的奖金啊。那举例来讲，如果今天呢你好好的使用产品，你跟我分享你的经验啊，那我也喜欢所得到的一个资讯，所以我因为你的推荐呢，我来加入美商结识，我就是你第一级的经销商哈。那只要你有直推8个网店以后呢，你呢我所有赚取的消费积分奖金，刚才提到的这个35块钱的返利，每当我赚到一个35块，你就能够拿我 20% 的分红，也就是7块钱的分红啊。那如果我这个礼拜拿到1000块的返利，你就是拿到200块的分红，我拿到10000块的
消费积分奖金，你就是拿到2000块的分红。所以这个生意哦，有它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生意不是你自己多努力单打独斗，这个生意哦，成功的秘诀是你在推广，你跟什么样一个伙伴一起来建立这个市场啊，绝对是建立团队合作的一个机制。那如果呢，我非常努力的去做哦，那做这个生意，那我所推荐的朋友呢，就自动变成你的第二级的经销商，不管你认不认识。那只要一旦你有推这个12个网店的时候呢，我所赚取的返利奖金呢，他们所赚取的第二级经销商所赚取的返利奖金，你就可以拿它 15% 的分红。所以以此类推哦，所以这个网店管理奖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久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机制。为什么呢？因为不是靠你一个人哦，当你往下推荐的时候呢，任何一个经销商哦，你在这个7级以内呢，你都有机会拿到他们的分红。所以这就是一个借力的另外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啊。美商杰斯呢为了奖励努力的经销商，公司呢一年都有2到3次呢有这个5-6星级这个度假奖励旅游。那在过去两年呢，我们到过了拉斯维加斯泰国、马来西亚、加勒比海还有夏威夷。那在美商杰斯呢，只要你小小的努力呢，你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我觉得除了就是能够享受免费的这个5-6星级招待旅游，我觉得最棒的哦，就是当你跟全世界一群上进非常成功的人呢一起在团队里面呢交流了5到6天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人生最棒的一个功课哦，让你好好充电以后呢，再好好继续的在这个生意能够继续的建立强力的基础，那继续把生意拓展得更大更远。所以呢，今天这短短的30分钟时间呢，我希望大家对美商杰斯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了解。那做这个生意非常简单哦，你不需要自己来花时间跟朋友来分享，因为呢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你一定要好好的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哦。那我们每个礼拜呢都有这个全球的网络会议，那你就只要邀请你的朋友呢花30分钟时间，让专家来把这个美商杰斯的背景、它的产品独特性还有它优惠的奖金制度跟你朋友解说，你的生意就可以依此展开来了哦。所以这个生意哦，我觉得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美商杰斯呢，在过去两年哦，在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好非常有名的口碑。除了在产品方面哈，在这个赚钱的机制上呢，我觉得它都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口碑。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在美商杰斯还没有成为家家都知道的一个公司以前呢，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哦拓展开来，这样子呢你以后就是非常非常的轻松了哦。好，那再一次的谢谢大家以后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多多分享，谢谢。